啊，相成，成是言语，也是行持，表演给你看。啊，信愿往生，有心有愿。真诚念佛，没有一个不往生啊！我们在净土圣贤录里面看到，宋朝的云阔法师，三天三夜。啊，真心求佛，真心求生净土，就把佛求来了。啊，佛来给他受记，告诉他，他还有十年寿命。啊，十年之后，寿命到的时候，佛再来往生接引他，这是给他受记啊！啊，他不要了，说我现在就跟你去。佛也答应了。啊，三天之后来接引他，说明《弥陀经》上所说的“若一日、若二日、若三日到若七日”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那么在紧急的关头，这是我们最好的榜样。啊，平常时刻，那锅炉匠是我们最好的榜样。三年，得大自在。啊，我们要记住地仙老法师的话。地仙老法师赞叹他：天下弘宗言教的大善知识，比不上你。明山宝刹方丈住持，比不上你。老和尚举这两种人。弘宗言教是智慧，啊，方丈主持是福报，啊，这就是说，锅炉匠的福慧圆满了，没人能比上啊。这个我们要记住啊！啊，对我们会起大作用啊！啊，众生之所以不能成就，就是克服不了自己的烦恼习气，啊，克服不了自己的业障，问题在此地。啊，兵法上说，置之死地而后生。锅炉匠是上天置他于死地，他走投无路了。啊，四十多岁，什么都不会。老和尚指教的一句“南无阿弥陀佛”。这个行不行？这个行。啊，这一句很简单。
啊，南无阿弥陀佛，行了，你就这一句。啊，这一句一直念下去，念累了就休息，休息了就再念，不分昼夜。哎，他听话，他正干。啊，三年，从下下根成就到上上根呐、啊，这个日子没白过啊。光阴没有虚度啊！啊，我们自以为很能干，每一天事情很多，要管这个管那个。你自己冷静想想，跟咕噜讲比差远了。啊，一切放下，什么都不管。佛报第一大，他专干阿弥陀佛。啊，往生给我们现这样殊胜的相，还有什么话说？啊，虽然不会讲经说法，临走现这个样子。就不得了啊！啊，我们看到了，所以念佛的殊胜于此可见。啊，但是不相信，没人相信。中下的有人相信，上上乘没人相信，这最上乘法。